这个礼拜等于是，如果阳历年的话，算是最后一次的，今2019年最后一次的附魔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要记得一件事啊，我记得什么呢？要跟那个以前有一个鬼伯。他讲了我10年哦，都说是卢师尊呐、啊，73岁啊，他就要丁丁，73岁就要丁丁，非常不幸呢，实在是非常不幸啊，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怎么搞的？我活过了73岁，又活过了74岁，又活过了75岁，再来就是76岁，非常不幸啊！所以我记得我是为了纪念呢，为了纪念这件事情，每一次。年头年尾都要跟他罗雷咪，啊，不要随便相信人跟你讲的话，告诉大家，也不要迷信，你。我们信仰是有理智的信仰，有理智的。不要被他唬了。